Di sini lebih murah dari Shenzhen, teman-teman. Bedanya sampai 5 kuah. Makan ini, teman-teman. Soko namanya, bakar-bakar. Nah, ini来做饭，早上去买了鱼，卤上很土，然后我自己本来想买鸡的，明显有很多这种，这个老鸡腿，其实这个老鸡腿，现在把它剁了煮汤，跟这个前两天买的牛粮，这是牛粮壳，放进去煮汤，这我们广东人来说这个煮汤的话是会很补，就是对身体很好的，所以我自己能把它做成用高来压锅来压它，压它的话它也可以喝，然后那个肉可以很绵，就是比较容易咬吧。 现在在做汤，广东人的话，有的人很喜欢拿牛粮来煮鸡，甜甜糯糯。今天做的菜比较简单，就买了一个鲈鱼，这个鱼清蒸，然后切两个小莴笋来炒那个鸡肉。 鸡胸肉是星期五晚上切好的了，所以今天要把它炒了。然后还有一个青菜小白菜，就这三个菜，然后还有个鸡汤，这样子就有三菜一汤了，已经够了。嗯，现在这个莴笋你们喜不喜欢吃？我还是蛮喜欢吃这莴笋的，香香的味道，吃起来口感也好，脆脆的。现在。
今年广东的雨水特别多，包括买这些菜呀、啊、都是比较贵，无论哪个菜市场都是比较贵，所以只能在网上买的话就会稍微的便宜一点，但是还是比往年要贵一点。往年没有上那么多雨的话，网上也会便宜一些，菜市场也便宜，超市也便宜，现在超市基本上都看不到那种很便宜的特价菜，基本上没有。我现在要洗鱼，感觉这鱼也没有比超市的大，但是它要比超市的贵一些，上次还是要去超市买会便宜一点，超市买这鱼的话应该是25左右吧，但是我今天这个鱼花了30块钱，所以说还是超市的便宜。看，用胡椒粉，用胡椒粉腌一下除腥。这个是一整粒的胡椒粉，在这里淋着淋着就变成了粉。然后刚刚先用盐摸了一遍了，现在是带一点点咸，就放一点点盐去腌，没放多。现在来削这个莴笋，莴笋削掉皮。你们爱不爱吃莴笋？我很喜欢吃。现在这些菜都已经弄好了，看青菜洗好了，然后莴笋也切好了，现在准备放进去蒸鱼，先把鱼蒸起来。这个全蒸100度的，蒸个13分钟就可以了。蒸好鱼，我们再来炒菜，热个烧油，把这个鱼的油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炒菜也是很快的。今天我们去吃，在这边真的很难找到清真饭店，所以我们去吃一个新疆的一个烤串。我下午的时候5点的时候有打个电话确认过，他已经是halal food。我给阿哥学，所以我们现在等着哥哥下班回来去，因为下雨天堵车。哎呀，现在8:30，8点了，8:20哇！没得很个哩啊！要不就要不？OK。现在到了这个新疆烧烤，是不是那里有写着阿里巴巴阿拉伯语？Istri masih pilih-pilih. Ini di itu warung Xinjiang. Makan malam. Jadi kami makan di luar aja. Ya, Bu, ya, ini kan. Banyak tadi itu. Gak sempat ambil semua. Jadi malam ini makan. Jadi, lebih banyak pilihan. Iya.Makan ini tuan. Soko namanya, bakar-bakar. Ni suah. Ini enak. Di sini lebih murah dari Shenzhen, teman-teman. Bedanya sampai 5 kuan. Soalnya di Huizhou kan lebih kecil kotanya daripada Shenzhen. Oh, enak.Kenyang. Ah, makan lah, ken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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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yang,好不好吃？好吃，很辣。
lebih murah juga dari di Shenzhen. 还好了, 三个人吃了260多, 还好, 不贵啊, murah teman-teman, 3 orang daripada yang normalnya itu ya, itu murah ini, banyak dan lebih murah. 因为我们吃了很多，才200多，是不是？ 还可以。 banyak, tapi ya dimusun istri. Oke.